我跟你们说什么，今天呢这是什么，你们看看口罩，口罩用什么做的，用铁，还有很多东西，那种东西也用铁的啊，那种啊，很多东西都还用铁做的，然后简简单单的哈啊，比如说好了好了，拿多两个鸡肝，因为他发觉他伤手呢，尤其那种洗呢都还容易洗，如果你口罩你真的怎么洗，很简单，然后这样就手分转一动，然后你就拿一块布，一块这么多布，我剪你用剪抹干净，用你粉来抹，真的很好，因为它不会伸手，还有不会黏黏，这种可以搓搓搓搓。刚才拿一个布啊，这边搓搓搓搓，它就很干净了。到或者明天到今天，咁然后呢，咁你放住一边，它好干净。都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爽身粉，我自从发明用爽身粉用多上，我转它是家传之宝。拜拜。